那窦太就不得了。然后上听那个同修跟他报告啊，说他的这个年友的这个朋友啊，堕胎20几次，有通灵人看到了，说这位女子的后面跟了一群小鬼，这个正常的啊。丁嘉丽访问净空老法师，请珍惜生命，请勿杀子堕胎。丁嘉丽小姐到东北去拍片，有一位修行非常好的高僧，亲近的一个出家人跟丁小姐讲说：“哎，丁居士啊，你旁边跟了四个小孩啊。”丁嘉丽吓一跳，就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拿四个小孩呢？”丁嘉丽说：“对，我真的拿四个小孩。”丁嘉丽很不解，说：“奇怪。”啊！导演跟其他演员怎么没有看到？为什么出家人看得到呢？他就去问净空老法师啊。净空老法师说：“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叫接收器，叫发射器，就像手机一样。你只要打讯号，你发射出去，对方就收到。我们这个心呢，也是接收器，也是发射器。你看你发射什么念头？那么亲近的人，这个修行人，他心亲近到极致，他就会感应得到，那就所谓的会见到了。我们讲的叫天眼通，天眼通就是见到了，所以这个很正常的。你只要修行到甚深禅定的时候，你就见到了。所以，这位老和尚的弟子的朋友啊。堕胎20几次，旁边跟了一群小鬼。这位女子呢，自己也苦不堪言，身体非常的不好，堕胎一定不好的。不好在哪里呢？一般来讲的话，都是子宫出问题，要不然就这个妇女病，要不然就腰酸背痛。啊，这个都跟其实跟堕胎都有很大的关系的。老和尚说堕胎本来是来报恩的，变成也是变成仇家了，本来是报怨的，怨上加怨，那更不得了。本来是来讨债的，结果债上加债，本来是来还债的，也不用还了，变成你欠他的命债了。四个缘全部变成恶缘了，那还得了吗？因为你这一生杀一个，来生你还要还他一条命，你杀20个，就是你堕20个胎阴灵，你还要还20多条命，这怎么办呢？老和尚说这是开玩笑的吗？所以害命的事情怎么可以干呢？好色、堕胎，那就是杀人，这个罪可重了，不但坏德。现在人不讲道德了，你不讲道德可以，那你怕不怕因果呢？你不怕因果，那你要不要命呢？你跟他这样讲就好了。他不怕道德，他也不怕因果，那说那你命要不要呢？你怕不怕呢？如果你要命的话，你就不敢造，你不要命就尽量造吧。啊，所以老和尚说这是病，这个病我们看见了，身体衰败痛苦不堪是花报，但是果报就在地狱了。但是他自己本身不知道原因，明眼人是看得清清楚楚啊。所以我们就谈谈这三句老法师怎么来给我们开示忍让。老法师说，古人说啊，处事难，处人更难，这是真的。做事很容易，做人很困难。人都是凡夫啊，凡夫的心是千变万化的，凡夫的念头随境皆转，
凡夫的心为什么千变万化？因为凡夫的心是用心意识嘛。第六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莫那执着，第八识的阿赖耶识，是习气在做事嘛，是跟着感觉走嘛。那凡夫的念头呢，是生生灭灭啊，是用妄心呢、啊，它不是用真心呢、啊。所以凡夫的念头是生灭心，所以心随境转啊，所以随着境界转啊，住相生心呢、啊。所以人跟人相处，就相处的当然很困难了、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大家都还是凡夫啊，都还在修行呢、啊。唯一的办法，唯一的原则就是忍让。啊，我们总是期待对方忍让。以前我们常看过一个小时候读书的一个教材，一只黑羊，一只白羊在桥上，两个都不让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唯一的原则就是忍让，要放宽自己的心量，学着能够容忍，能够忍让，就可以避免一切的冲突，一切的摩擦。那么这一点呢，默写不断在学习，我自己都能够做到。我就是能够容忍，也能够忍让。父子，我们讲说我们父子道场，我们父子这个道场的戒律精神，我们一般讲说六合敬。我们常讲说建立一个六合敬的道场，六合敬的父子就是忍让。你不能够忍，不能够让，合敬就被破坏掉了。就是戒律所谓讲的破或合生，老和尚就讲了，一个佛寺里面有两个出家人，他就不合了，不要说四个人的僧团，他两个就合不来了。老和尚亲自这样讲啊，啊，忤逆罪里面也有破或合生啊，这是堕阿鼻地狱的业因呢、啊。在忤逆罪里面，其他四条不容易犯到，比如杀父啦、杀母啦、杀阿罗汉啦、出火生血啦，老和尚说这四条比较不容易犯到，只有后面那一条破获我生很容易犯，而且不知不觉的就犯了。啊，我最近听到一个大陆莲友跟我分享，那某一个也是老师级的，这个也是一个莲友了。那他跟另外一个莲友在对话说啊，他老师说生重过，他说他老师说生重过，那他也在修戒律的，他本身也是常常过午不食啊，他对戒律也是相当的坚持啊，可他就容易见到那个出家人的过，然后他就跟另外一个莲友讲说，哎呀，我老师是说生重过。他说：“现在怎么办？这是我的，我有时候太坚持了。”老和尚说：“你修持戒律，不是要用一把尺去衡量对方的缺点。”后来我就跟这个莲友讲一个道理，我说：“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里面，佛陀特别给我们开示，佛陀说不能够毁谤僧人，不能说僧人的过错，在。”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里面，那个鬼之母都不忍心，也不敢去吃那个，因为鬼之母会吃人呢、啊，他不敢去吃那个破戒的僧人呢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恭敬他是一个僧宝的形象。佛陀就用这个道理，说鬼之母都不敢去吃那个破戒的僧人，何况是我们凡夫呢？佛陀说，他有一天他还是会回头。那为什么不能批评呢？因为他现僧宝形象，代表佛住世。各位这样就了解，不能够毁谤僧的。所以海贤老和尚特别叮咛：唯有僧战僧，佛法才会兴呢、啊。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僧啊！啊，所以老和尚说破活活僧啊，这一条很容易犯，
那怎么办呢？老和尚说，我有一心向道，能忍让的人才得以避免。啊，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啊，若尊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啊。我今天放生的时候，我就跟莲流讲啊，我说我们这个，我们其实我们整个修行就是在累积我们的能量。我们习总书记讲的正能量啊，什么叫正能量？就是正念呢、啊。那我们现在不是呢？我们现在接受别人的都是负能量，我们给别人的也是负能量。什么叫负能量？嫉妒、嗔恚、傲慢、愤怒、生气，这些都是负能量的、啊。那你接受进来的也是这种负能量，你的身体怎么会好？你的心怎么会好呢？像慧能大师，若真修道的，不见世间故，他全部都是正念现前，他就是正能量。六祖大师只为生死大事，所以有这么高的警觉心，一心一意的要了生死出三界，世间一切跟他不相干，顺境逆境一切都随顺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一心一意的为了了生死出三界，世间一切跟你不相干，顺境逆境一切都随顺，以了生死为重要，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老祖这三点你就做到了。你何必自以为是呢？你何必自罚功劳呢？你何必自矜所长呢？不需要啊，这跟生死无关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顺境逆境，一切都随顺呢、啊。以了生死为最重要啊。所以老和尚说，我们念佛人以往生为第一要务，除了求往生以外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值得放在心上。这机会好好把老和尚的话记起来。我们念佛人以往生为第一要务，除了往生以外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值得放在心上。你就牢牢记住，如果人家侮辱你、毁谤你、嫉妒你，你就把这句话朗诵一遍，放在自己的心里。这些事情都跟往生无关，我不需要放在心上，这样就好了，你就放下来了。啊，真正慈悲的人，遇到违规、破戒、作恶的同参道友，不仅要容忍，而且要用智慧、善巧去感化他。这就是大慈大悲。老和尚这段开始非常有深度啊，境界更高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学这个忍让的精神，从不见世间过开始。敬石崇，石崇这个人在历史上很有名，他是一个呢很有钱的人，但是呢，喜欢呢这个炫富啊。那么他是西晋人，字季伦，他呢是当成阴太守，因为攻打吴国有功劳，被封安阳乡侯。后来担任刺史，那么他很会经营这个财富啊。后来因为从事这个航海的这个船运呢啊，赚了很多钱，累积了很多财富。他的房子非常的大啊，宏大美观，那么吃遍山珍海味。他的房子呢，在河阳盖了这个金谷别墅。本身呢，他就是他的父亲也是朝廷的功臣，是豪门世家。那个性呢，他的个性就是贪财无厌，奢华无度那么另外一位跟他斗富的是王凯。
王凯呢是晋武帝的舅父，门第显赫，两人常常在豪奢上富不服气。王凯呢家里呢用糖浆呢来代替水 洗锅子，石崇呢则用蜡烛来当柴烧。那么王凯出门呢要用40里长的这个碧林李子呢纸丝呢来作为布帐。那么石崇呢就用50里啊赢过他10里。石崇呢就用50里长的这个锦缎布帐呢胜过他。那么石崇呢他还用那个后宫呢皇帝的妃子，他的皇宫的这个墙壁呢才可以使用的那个香蕉泥抹墙壁。那王凯呢就用更珍贵的赤石子涂抹墙壁。那么在王凯跟石崇斗富的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晋武帝有帮这个王凯，那晋武帝就送给王凯呢一株呢两尺高的珊瑚柿，就这里讲的珊瑚柿。那么这个珊瑚柿长得呢枝叶繁茂，也算是稀世珍宝。那王凯呢就向石崇炫富了，那石崇不服输了，就他拿了他家的珍藏的铁如意呢把它击碎，再从他家里拿出自己所珍藏的珊瑚树，超过这一株啊，光他家里珍藏的这个珊瑚树就有六七株，而且都是三四尺的，超过皇帝的这一株，而且都是光彩夺目的。那么王凯看到这个情形呢，王览自私了，知道自己呢比不上石崇的富有。那么晋惠帝的时候呢，这个石崇呢跟这个赵王司马伦呢为了争夺这个祭女立珠，因为当时这个石崇是当了交趾采访，这个采访呢是古代的官名。那么交趾这个地方呢，就我们今天的越南啦，靠近越南交趾国嘛齁。交趾这个地方呢出了美女，有一位美女呢叫丽珠，那石崇呢就用石斛的珍珠呢买了这个丽珠，把它藏在金谷啊这个别墅里面。后来赵王司马伦呢窥见这个丽珠呢，就设计杀害了这个石崇啊，这个就是献妇的结果呢，是招来杀身之祸。那么司马伦呢希望得到这个丽珠，那么石崇被杀，当时呢丽珠呢就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。这个是石崇。我们这个系主这边呢有一栋远东 ABC 工业大楼，那个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呢认识我，有一次就请我去那边送地藏经超度，我以为是中原普渡为大楼祈福，他是大楼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，我以为是送地藏经是要祈福，他请我带莲流去送地藏经。这大概是在十几年前真实的故事。我还没有去送地藏经的前一天的晚上，我在家做梦，梦到我看到一个房间里面两边都是那种仓库的像层板一样
我们一般比如说卖汽车材料的，都会有一层一层的层板，上面都摆那些物料嘛。那我就梦见呢，两边的层板呢，都堆的婴孩的尸体，就是堕胎婴灵的尸体，像叠罗汉一样，一层一层一层的。我梦中就先看到了，就看完以后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为我也不晓得这个地方我梦中我没看过。结果第二天到这个远东 ABC 公园大楼去送地藏经超度的时候，那送地藏经前先洒净嘛，洒到那个一楼是妇产科诊所。我洒完以后就问那个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那个连友说：“这家妇产科也没有做堕胎啊？”他说：“有的，黄叔兄就是很多才请你来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你怎么没有跟我讲呢？”我说：“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做梦了，人家这些小朋友都知道我们要来了。”所以啊，堕胎是堕不得的。